现在是凌晨四点钟，我们要去坐热气球，手脚都在发抖，头有点痛。现在是凌晨四点钟，我们要去坐热气球。坐完热气球，我今天在空档的时候就开始唱起歌来，然后就觉得哎，好像有旋律可以写一写，记录下我们所有这整个旅程的回忆。手脚都在发抖，要去坐热气，手脚都在发抖，可以啊。头有点痛，你痛屁啊！再换一个。对，哎，其实头有点痛可以，头痛可以好吗？为什么头会痛？太起太早。因为宿醉啊，对，宿醉。那天睡了几个小时？两个吧，三个小时，四个小时。对。现在是凌晨四点钟，我们要去坐热气球。手脚都在发抖，头有点痛。然后再一段，好。然后可以讲这个旅程什么？一转眼已经第九天了什么 ？OK 啊，转眼间第几个日出？转，你想几个日出是不是？对，几个日出什么？或者一起看了几个日出？对对对。一起看了几个日出，一起哒哒哒哒哒哒。哦，所以来宾其实没那么快来，因为他们要去那个户外活动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们是可以很 chill 是不是？嗯，对。不行啦，我们还要那个啦，我们要弄游戏还没弄好，我们还要去那个园艺，因为有些树都有长出来，要修一修草啊那些的。我们看到的那个什么草啊、树啊这些东西，我们还是需要修剪一下，因为它这个是造景的那个树，所以这边要保持是茂密的。但是树干这边，像这个小花、小叶子，都要把它拔掉。我先去上面检查房间。检查房间。对。怎么了？没事，可以啊。不要害怕，我会上去帮忙那个。好。这啥？哎。怎么会这样？哎，为什么这个不一样？我的天儿啊！一定整理得很好的 ，OK。要圆圆的哦。好。不可以太短哦。哦，好。慢慢修。我觉得差不多了。Beautiful， 对，就大概那个七七八八修个五五六六，就是不要太对，因为太精致也没有那个自然感。对对对，我觉得这样就好。好 ，OK， 没问题。这能徒手抓吗？王晨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他们溜出来了。怎么会溜出来了？可能有时候想飞一下吧，就突然不小心飞出来。哦，是啊，真的跑出来了。啊、跑出来。哇，这是一个难题耶。对啊。又怕会攻击。他那个爪子很厉害。